害死一堆。啊，不然就两个爸爸，两个小孩子这样子。两个爸爸，两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我看，我看，多元成家嘛，对不对？多元成家。好了好了，我房子名叫叫"居居硬硬"的。我们要是多人成家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开？因为我没看到"居居硬硬"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开？"居居硬硬 ，create。哦，有了。好了，有了，"居居硬硬"。好了，我先当老爸，先让雪兔先熟悉一下好了。OK OK。一半一半比较公平哦，我觉得其实还好。如果他们不要乱闹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就是大婴儿大家走一起，我觉得 OK 啦。一起走中路有没有？你们不能这样子乱跑啊！就是你们如果玩婴儿的话，就是大家一起走中路，整在同在能整在同一个房间这样子，跑给老爸去。对，这样比较公平啊。不然就是要玩那个2v2。2v2，我觉得比较好。我是你老爸，啊你是我后生，我是你老爸，啊你是我后生。我是老大，我找你五分钟出来。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？爹地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脚好直啊！畸形爹地，好不好？爹地，我要去烤肉了，爹地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三个都分散跑，我知道怎么抓人啊！我倒下看着谁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怎么会把刀子放在桌上啊？好可怕、啊！对啊，我去找老二，老二在哪里？老二，你想吗？老二，你不要玩面包机啊！不要玩他，危险危险！不要玩，不要玩！不可以玩！想吃面包，吃死比较快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拿不起来？插进去！不要玩，不要玩铁锤！老二，我们去游泳。好，不要游泳，年纪太小。你年纪太小，不要游泳啊！爹地，我们去游泳。哎，没带泳圈、欸，有下来，有死吗？没有啊，还在扣血，我看你变紫了，来没？有了，游泳池水没有了，游泳池水没有了，为什么？被淘汰了，太霸气，为什么有婴儿变紫的？靠！我家小孩是恶魔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假追购，是追购，是追购。我们家椅子。好，有了。快点，过来，有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三个小朋友干嘛？那边有宝贝球哎、欸。哪边有宝贝球？看到宝贝球，我来飞。看到。我刚打开，里面都不见了。我想，下一台。冲啊！到底为什么一个 baby 隐形是怎样啊？我看有个 baby 隐身是怎样？你用隐分身术？这是什么回事？在干嘛？我被收服了！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可以！我明白。比萨米科夫，不要开火！为什么我看不出来火焰啊？我要去上吊好了，宝贝球有问题。你可以啊，先把宝贝球打开，先把宝贝球打开。他说死掉了，电池好好吃。哈哈，我的三指死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他复活，复活了。他说：“到底是什么东西杀了？”弟弟，快点！我要变宝贝球了！我要当宝贝球！进去了吗？不要玩他！不要玩他！不要玩他！
进去里面看你怎么玩宝贝球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儿子还是不会复活啊？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！他赢了！训炮！我没接。换谁？为什么还是我？三个爸爸。为什么还是我？因为你是称职的爸爸。这个门应该可以锁吧？对不对？可以锁哪边啊？这有药哎。嗨！Daddy 要好吃 ，Daddy 要好吃 ，Daddy。哎、欸，没了！啊，有。耶、yeah, ！我看你怎么开。这谁？这谁？爸爸不要抓我！躲起来了！没可能，爸爸不会让你们受到危险的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他说爸爸只要把所有的玩具放在箱子里面就赢了。假的？你干嘛？不要阻挡我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换爸爸反击哦。爸爸收玩具。你完蛋了！我已经快把玩具收完了。那个老大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来吃婴儿肉。我现在爸爸的房间拿在头发。我招招了。不要！不要！等一下。你招我了。等一下，他还有救吗？他还有救吗？有啊，他体温在降温了。你死了吗？没有啊，我看你复活了、啊。我现在变幽灵。我看你变正常了、欸。上什么资料？靠！这边还有洗衣机哦。干什么？吸那布？在冲啥？哎！不要吃！爸爸，我会发光哎、欸，宝宝，发个屁哦、喔！爸爸，我因为我还没发光啊，我也去了。爸爸，我发光了哎、欸，好累哦、喔，我觉得管小孩好累，太多小孩了啦，要死！爸爸，我发光了，假林狗，吃苹果，看怎么用。嘲讽他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帮小孩喷火啦。我都死在那边。你又吃什么？可是我没看到爸爸，爸爸在哪里啊？爸爸，你在哪？爸在哪边？我在二楼。你在二楼啊？我去找你。哎呦，好，好恶哦！我要死掉了，爸爸。等一下，你等我。你到底吃了什么？我饿了！靠，来不及了，小孩子死了。完了！我手去解气啊，爸爸！靠，好讨厌的小孩啊！还一个弟兄嘞，靠，还也死了，烂死，贱。我觉得玩二对二好了啦，这太难了。二对二。老三被烫死了，老二被烫死，我觉得老二熟了。老二熟了。然后老大变发光，然后都死掉了。老二变发光。我感谢我们的 Frank， 感谢订阅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重开是不是？嗨，另外一个人呢？当然我松开。他能够再多人吗？他好像只能四个人啊。有时候可以到八个人呢。松开。八个人比较好玩吧。八个人那很嗨哎、欸！我开了。OP 爹爹，爸爸。
调的好不舒服，就是你可以尝试喝看清洁酱，喝下去你也应该变这样。好了吗？有了吗？看到吗？哪一个 ？OP 大大有吗 ？OP 大大，我看到了。有 OP 大大，换皮弟当 Daddy 了。密码错误哎，没有啦，因为04啊。那不然三个老爸盯一个小孩，超凶。算法，那我其实小孩应该等不了。我们让观众也去。0204啊。进啊。OP。哎，0204没错吧？对啊，你应该是按错房间了吧。哦，没有，按到全景了。对啊。好 ，OK 吗？来来来。二对二。紧迫盯人。二对二。你完蛋了。紧迫盯人。这边小孩都没有天亮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看到小那个香肠嘴了。我先拿火烫，你怎么直接穿下去？你要穿下去的，不对吧？跳下来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听到微波炉的声音了。我也听到微波炉了，怎么回事？小朋友要干嘛？小朋友，小朋友不准。我想去马桶太水。不准！我把马桶关起来。哎，好舒服啊！爸爸，你到厨房来看我，好温暖哦。爸爸，你来厨房看我吧，拿刀想杀，嗨，嗨，要剁我，想剁我是不是？嗨，嗨，我好想回到妈妈的羊水哦，我要回羊水喽，哇，羊水好多水，放开，放开。哎、欸，跑不动了，太多羊水了。我感谢我们的88 8332 6 2 2 2 6啊！这是小孩，就在里面待着。小孩在里面待着。噔噔噔噔噔。爸爸现在，爸爸现在。等一下，我这有个爸爸拿刀，难道看着我啊？小孩死掉了。为什么小孩死掉了？他被我杀死了。爸爸在洗衣机直接打开，我在里面。耶耶、yes! 哦，好好笑！没有，我拿刀子去插电源线。所以刚才皮弟想把小孩开洗衣机里面打开，选择躲在洗衣机里面，然后我就阿川不出来，然后我就拿一个热桶塞在洗衣机里面，然后把电源打开，然后洗衣机就烧起来。爸爸想拉了他，怎么这爸爸还拿热桶塞住洗衣机门口？怎样？太扯了吧！那不是就是要他死是吗？哦，好好笑。很可惜，小孩子不会多冷滚就好笑。脱水，脱水，好了，所以要跳一个，要跳出去，对不对？要跳吗？不用吧。没有啊，没办法开。